anybody? Hello. Hello. Hi. 我是抱抱小精灵。我离开虫虫快死掉了。对的，又是一个睡到45分起床的贝贝小精灵。没错，今天也躺好躺稳，因为今天喝热可可，快乐，快乐糖糖。这么冷的吗？阿潘看起来温暖。哎，很冷耶，你不觉得很冷吗？我觉得这两天超冷的，只有我觉得这么冷吗？天哪！我觉得这两天超级无敌冷的，还有我这个星期就开始一周双播，没有这个礼拜还是一周播一次，下礼拜开始好像就是一个礼拜两次，对，应该是下礼拜开始，对，对的。下个礼拜开始就一周播两次，对。你房间有窗户吗？有啊，有窗户啊，所以才冷。然后它好亮，它应该要这么亮吗？还是它不应该这么亮？还是今天不要开灯？好像不要开灯也是行，好像不要开灯也蛮好看的。好吧，那就不要开灯。对，我今天我不想要，我不知道要穿什么衣服，所以我就直接穿睡衣上阵。没错，我今天也准时躺躺到45分才起床。优秀。但是我今天化妆化得很快，因为我等一下又要出门了。没错，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睡醒之后这里就有一个角，真的很好笑。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但是就是可能是你故事啊，然后输了就好了。好哦，我刚困扰了这么久，哪次不快的？我化妆超快的，然后我刚就嘘嘘嘘嘘嘘，然后就化好，然后就上播了，酷吧？呵呵呵，好吧，这刘海算了，没关系，晚上跳舞还是软，我已经不想理他。头发有讲应该小兰姐姐，但是我不会空手道，我不会卡拉提。哈喽，我怎么觉得我今天有点水肿？好吧，你们是不是看不出来？说到那个三周年的照片，我发现我还没有 po 完呢，各位，你们有三周年的照片 po 完了吗？不，我三周年的照片还没 po 完，我竟然还有的 po， 我竟然还有别的照片可以 po， 有吗？我觉得我今天有点肿，微肿，微水肿，微肿，继续发。你们是不是很傻眼？对，竟然没发完，没错，还有的发，一路po到4周年。你说我多压一点库存，然后就可以一路发到4周年这样。睡いいですか？睡いいですよ。我就是睡到45分，然后我睡到4:45，然后还想说，我要换衣服吗？好像还是不用这个好像还是就穿这样子来吧，好吧，然后就这样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是当然，这是我的睡衣，但是就是方便等一下播一播直接睡觉，不是，
无缝接轨。对啊，我记得我应该还有，我应该还有三段照片可以 po。我找找，我找找，三周年，有一个系列我很喜欢，然后我还没有 po， 就是这个，这个坐在地板上，这个很好看，然后这个还没。坐在地板上系列，然后我跟你们说一件很伤心的事情，就是我上次下播之后，我上次直播不是摔到我的平板吗？结果我平板没事，我平板非常健康，竟然是我手机，这是很莫名其妙，我手机竟然有裂痕，我不知道怎样才看出来，但是反正就是这边裂了。然后有好几道裂痕，这样，然后我就超崩溃了。那你虽然那个是玻璃膜的裂痕，其实还好啦，但是还是很 shock 的。那你因为摔到就是平板，然后结果裂的是手机。那你对啊，你们看我那个直播，我根本就没有摔到手机，然后就下播之后，我就发现我手机裂了。那你替身攻击呀、啊！平板有装手机吗？没有啊，这就是我觉得很悬的地方啊，很悬欸，悬案。玻璃膜是小好评，真的吗？我不知道，我换手机一年多，然后第一次看到它裂开，就吓到。还是过热，过热会也会裂哦，真的假的？太可怕了吧 ！Hello， 各位。今天是睡衣盘的戏，方便你要播完直接回去躺躺，没有要躺躺，等一下播完就要去练舞了。欸，其实播完好像也可以再躺躺一下，好像是可以的耶，好像是可以的，我算算看哦。然后看我如果刚好乖，我如果刚好开一个小时，欸，不对啦，重点不是这个，还是我先算完，然后我再跟你们讲。要讲的事情就是，我想一下，这样子我等一下播满一个小时，然后我下播是差不多是6:18，这样子我出门练舞，我好像可以躺个10分钟、20分钟，我好像可以再窝一下贝贝，是不是？我好像可以再窝贝贝窝个20分钟，好像是可以。过热要到温差几十度不太可能，说。那你直接穿这套去练习，不是更能是大咩的事呀？我会热死的事。哎，说今天喝热可可，我最近发现这家的热可可很好喝，而且它1杯55，然后超大杯，然后超好喝。我觉得比便利商店划算一点，因为便利商店一杯热可可就是差不多，也是差不多55-60块，可是就是只有这杯的一半而已，然后还不见得很好喝，每一家店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每一家便那个就是可能小七跟 family 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味道有点不一样，但这家就是它就是很好喝，它就55块，然后很大杯，然后很好喝。我不知道你们看这样看不看得出来是哪一家啦，但是我真的超喜欢喝这家的饮料，我不好意思，我喜欢喝这家的所有饮料，我还没买过嘞。10分钟都不放过，贝贝小精灵，你好可爱，谢谢安安。看杯子看不出是哪一家，我还太浅了，阿基达。主播怎么变年轻了？我一直都很年轻啊，各位。我今天看起来是不是超幼的？因为我穿睡衣。我是不是不应该化妆？我如果没有化妆，会不会觉得大家就是瞬间觉得是个未成年的人坐在这边？我最近每次都觉得，就是我平日啊走在路上，就是。都会觉得会不会被人家以为是翘课仔？
我不是翘课仔。阿姨变姐姐了，不是。哦，对，我想起来我要讲什么。我以后就是一个礼拜播两次嘛。我比三次，一个礼拜播两次，然后一次就是一样播礼拜三下午的这个时段，然后一样是播一个小时，然后另外一次直播是在礼拜五，然后是晚上9点，就是 Friday night， 你们懂吗？Friday night 就是要嗨起来，各位，所以就是以后就是开礼拜五晚上9点，然后是想说可以开2-3个小时这样，就是看大家开心。Friday night， 因为我想说，就是有些人可能要上班啊，就是你们上次给我的意见，就是说可能有人要上课上班，然后跟不到下午的台。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开个晚上，然后开个跟以前很像的那种超晚的台，礼拜五晚上 Friday night， 而且大家都下班都回到家了吧，差不多9点，如果9点开到11-12点，就是也是差不多大家都到家了，可以一起吃宵夜，然后一起聊天，虽然也不一定要干嘛，就是以后什么直播主题这个我是没有。就是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执着吧，现在就觉得就是开开心心聊天就好。我现在变得很佛，所以吧，这个月的升血不是那个，JK， 不知道该怎么讲那个主题，JK， 我很多照片可以敬请期待一下。虽然我觉得我穿起来就是一点都不像 JK， 我穿起来就是很像，我穿起来很像护理师，你不觉得吗？游乐园约会，对，那个粉红 JK 主题，先来个变身吧，吸尘器少女，亲亲，很好笑。上次一堆人把它做成迷因，我整个傻眼，我直接变迷因。下午才开播两头班的，差不多要上工；晚间台关播两头班的才下班。实习护理，吓死我了！刚刚不好意思，惊扰大家了。刚才一只小蚊子从我的眼睛前面直接飞过去，吓死我耶！谢你们的鹰击。我跟你们说，我最近。还用吸尘器悟得了一件事，就是那个停在地上的虫虫，我都直接用吸尘器把它吸起来。吸尘器的正确用法，噔噔噔，或者是把它踩死之后，它就把它吸起来。反正它死掉之后就是垃圾了嘛，所以就可以就是咻，然后就吸起来。然后刷夜巴萨，我也2天没有吸地。是不是等一下又可以残害大家的耳朵？好了，不要那么坏。好的，我刚讲到什么？还有都忘记了。我刚讲到那个什么 JK， 对，护理师，对，还有个故事可以讲。从还在里面变成过敏源。好的。吸尘器不愧是打扫的好伙伴，对，我要继续讲游乐园约会，就是那个学生证上面的照片，就是学生证上面的照片是大家好像就是某一天拍其他东西的时候，然后顺便进公司拍的，然后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时候就是姐姐好像忘记我。然后我就突然有一天，姐姐就跟我讲说：“阿爸，这个好像没有你啊！”我就是我看到姐姐在修图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姐姐，这个是什么啊？”然后姐姐就跟我讲说：“这个是那个啊，之后拍升学的时候你们要带的那个学生证。”然后我想说：“哦，真的假的？大家都拍了吗？”然后就：“哦，对啊。”然后我想说：“没有，我没有拍啊，姐姐，什么没有我啊？”然后
结果你们知道我是哪天拍吗？我是生日会结束之后拍的，所以我那时候头发都已经编好了，然后我也没有，就没有打算要再换发型，因为生日会那天编那个，如果我拆开再绑别的，其实还蛮乱的。人被遗忘了，哭啊，哭啊！但还好最后有赶出来，超好笑。我喜欢嫩囊，蛮可爱的啊。我喜欢嫩囊，很可爱。忽然想到阿潘不是说要设定粉丝团的吗？等一下，不玩不玩。我就说我会忘记吧，各位，我就说吧，这个粉丝团的名称阿潘一定会忘记，阿潘果然忘记了，我又忘记了，对，我又忘记了，不然我们等下来决定要叫什么好了。他好像有字数限制，是不是？昨天问林一姐姐会不会忘记有人没拍，她还说应该不会吧，我被忘记了，阿潘，你需要联络簿，每天发限动给我们签名，真的吗？我就每天都写联络簿，今日天气晴，好像也是可以耶，其实蛮可爱的，不是吗？如果我每天都画画嘞，就是每天都画那种联络簿，我以前有一阵子会这样，就是画画然后写日记，也是可以啊，可以写个联络簿。给你们签名，我要把那个签名栏空下来。还要写生活杂记吗？没有，我以前都用画画的，我以前联络簿都不写字，我都一直在画画。老师一定觉得很困扰，就是打开然后都是画。本日心情太复杂了，阿凯，你的心情太复杂了，五味杂陈。我要找旋转给你们看啦，等我一下。旋转，噔噔，这个旋转的是旋转，很可爱，很可爱。要是真正的旋转上面也可以是这个照片就好了。可惜我的旋转上面的照片真的是丑到一个我这辈子不想给你们看。噔噔。超护理师对不对？我是不是看起来超护理师？我那天我就一直觉得我看起来像护理师，你知道吗？而且因为我头发就是那时候刚离子烫，然后太整齐了，然后那个照片看起来就是这两条头发看起来像假的，这两条头发看起来超假发，可是就是那是我的头发，我头发就这么整齐，我没有办法。哪家医院是不是很像护理师？我那一整天我就觉得自己长得很像护理师。不说了，我先去旁边哭。发型很像，太柔顺了。对啊，头发太顺也是个困扰，也是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我真的想要护理师，等我一下，我拿一下，我找一下那个近照，就是我找一下大头，因为他。那时候有拍几张，翻拍几张，从电脑里翻拍几张，那是未修的。我看起来真的像护理师 ，Help me！ 我看起来超像护理师。为什么大家都是这个？我也想到够可爱的，我哪会看起来像去护理师那样呢？马路旭家医院听起来好危险，会拔掉你的点滴哦。呀，救我！我看起来超护理师啊，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错了？各位，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错了？但是我要
要跟你们说，就是这个主题我拍的很开心的点，就是互专生，至少我看起来互专生是吗？至少还是学生哈、哦，谢谢哦，真谢谢哦。大家都没有觉得其他人长得像护理师，对不对？就是我讲了，你们才觉得像护理师。那这个主题有完成我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因为我应该说台湾的高中生根本就不会穿泡泡袜就上学嘛，大家就顶多穿长袜。可是就是在台湾长袜也不是这么流行，大家都穿短袜，不然就是穿菱形袜加球鞋这样，就是很少人会穿的很日系去上学嘛。平常高中的时候，国高中的时候，就是穿的稍微就是太日系，人家就觉得你是阿宅什么，所以很少人会这样穿嘛。所以我这辈子其实没有穿过泡泡袜。然后就是我以前就是看漫画啊，然后看日剧啊，或者是看 AKB， 我就一直很向往泡泡袜这东西。但是因为真的太不实穿了，学校也不肯让你穿这种浮夸袜子去上学，所以真的是没有穿过。但这次我就看到有泡泡袜可以搭，我就忍不住拿了泡泡袜，但是一秒变年轻。有啦，在我看起来比较不像护理师嘛，还是看起来像护专生去游乐园玩，哭啊！这样可爱一点没？而且既然有魔法棒可以拿来，我很开心。我跟你们说，我有超多魔法棒。成为一个蛮好小脚，平衡 JK 感好可爱耶！我的头发是不是真的整齐到看起来很像假发？裙子有照到就还好，有了有 JK 感的吗？这样子可以过关的吗？有像 JK 的吗？像小妹妹去玩，全身的话正常多了。你是说我刚刚那样不正常是不是？而且我很喜欢那个。旋转木马，我很喜欢旋转木马那个拍起来的构图感。我自己是觉得我还蛮适合的啦，虽然我已经毕业多年了，但我觉得还蛮青春，蛮可爱的。对，有格子裙跟泡泡袜就很 JK 啦，互笑 JK， 互笑 JK， 好 OK。大概护专一年级，谢谢咯。居然是泡泡袜，对，是泡泡袜，超可爱的。嗯，一个完成我小小的心愿，年轻时候小小的心愿，我觉得很可爱。这次的主题，但我还是要跟你们说，三月要存一下钱。但我还是要跟你们说，三月要存一下钱，三月还是真的要存一下钱。虽然二月的很香，但是我跟你三月真的还是要存一下钱。三月有听说，三月真的要存一下钱，三月要加油，大家加油。伟大的小心脏加油！我以为你的心愿是去 D 开头的游乐园，我超想去的、啊。听过不少推荐，然后四月好像还不错，四月蛮可爱的、啊，四月我也很喜欢啦。但是三月真的是大家荷包撑住，然后大家小心脏也要撑住。在联络手术房，吓死了。好的，然后我来讲一下前两天做了些什么。我真的觉得一个小时的直播真的是非常短耶，我觉得好像每次都讲一些话，然后讲一讲，然后就结束了。对，我要来讲，就是前几天呢，就是去了一趟西门。然后呢，原本只是我哥哥要去买鞋子，然后后来呢，就突然又变成我的逛街之旅，没错，因为他们跟我约在安利美特那个路口会合，
我就觉得他们约错地方了，我家人们竟然这么不懂我，竟然会约在安利美特，真的是太不懂我了。然后我就逛爆，然后买爆，然后我就冲进去，然后我哥讲说，你是不是要逛很久？我就跟他讲，没有，就是你们外行人才要逛这么久。我身为一个内行人，我逛很快的，因为我就冲进去，然后直接冲去那个安斯达区，然后看有没有新品。好，有新品，这个店员刚好在补货，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色纸，好，限定色纸，拿起来看要不要买，一包100块而已，然后翻过来，好，没有自己推，好，放回去，然后下一区 IWG7 新品太贵，哎，这个我看过，好，走，下一区，然后就冲去后面的指南区，然后看一下，七濑路扛把几翻，好，我都买过了，这些我都看过了，好，走，下一区，拉不拉一补，好。裂啦，有没有新品？哦，上次买的立牌还有剩，怎么办？要不要再一抽？上次抽到了唐可可，这次要不要来抽卡弄奖？好，这边还有3包盲包，哥帮我抽一个。好，谢谢。然后下一区，冲，那个娃娃指南针娃娃区，看一看有没有红头发的。红头发的有，一颗七濑鹿馒头啊，这颗我买过了。还有没有七濑鹿娃娃？好，没有。这个是谁？红头发啊，不是你。好，走，下一区。战斗，唐哥收了。购物清单列好了，购物路线也设定好了，哥哥怎么都知道，超好笑。这什么特种部队作战行程？内心戏演出，内行仔仔根本不会闲逛。对啊，才不会闲逛嘞！到底要逛几次？不用啦，就是逛几个特定的点就好。然后我哥讲说啊，那区不用去，那区是毕业楼，我也不会带你进去，走。然后我哥就在那边看那个一番赏，然后他就讲说，哦，这个300块一抽好像还蛮便宜的，这个要不要抽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想抽什么？B 赏这个被抽完了，然后这个在地下街比较便宜，260而已。好，我们去结账吧，超快。你以为我会逛很久吗？不会，我逛超快。什么要逛？没有，我是来狩猎的。然后最后你们知道我抽到谁吗？我抽到起沙豆浆，超可爱。我拿给你们看，他的那个弹壳可以，我也还收着，我还没有拿出来。我还没拿出来吧，因为我其实还是想要卡弄奖，那边还剩下2个，我想说，如果我下次有再经过安利美特，就是有缘的话，真的是有缘的话，就会去把它买回来。对，结果发现里面已经没有卡弄奖了，有没有？剩下2个都不是。他总共也才5个角色，然后剩下2个都不是，哭啊！一个是沙豆酱，然后一个是哥哥酱，这很可爱，这个一个260，我觉得还蛮值得的。嘿，哥哥酱的。箱買すれば，没关系，我不是那么执着的人，我就觉得有收藏就很开心。这很可爱，这个超小一个的，就是很精致，这么小一个。然后它立牌的底座也很用心，它的底座是这样，ラブライブスーパースター，然后有5个人的代表色。构成一个星星，就是裂的，很可爱，其实很可爱，我真的觉得它是精致的，很可爱，然后让我很想再买一个这样。对，如果这里有可可推的话，我只能跟你们说被我买走了哈。我只能跟你们说我买走了呵。Sorry， 在我这。要买的你可能要叫店员补货，因为那一盒里面只有一个咕咕酱，哈，被我买走了，哈。
在我这里哟、哦，夸张，超可爱的。对的，如果这里有可可长退的话，我再跟你们说。那我买走了，哈。拆开。好的，放回去。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规划列啦，祭坛的部分，我还没有这么多商品，所以我先收起来。我一定是订整合的，笑死。 LL 我还没看完，不要爆雷，嘿，没关系，不会，我只是分享周边而已。然后那天前几天去西门就买了第二个，就抽到了七杀多张七张。其实我很喜欢七张，就是有够的呢，有抽到七张。你得可爱的时候可爱，没这可爱七张，めっちゃ可愛い。でもやっぱりカノンちゃん欲しいね。还是很想要カノンちゃん，就是。但是チーちゃん真的很可愛。めっちゃ可愛い。然后底座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如果真的凑整套，应该是真的是蛮漂亮，很值得收藏啦，我觉得。こんな感じです。如果这里有那个其他都将推的话，我要跟你讲，被我买走了，哈，被我买走了，超讨人厌，被我买走了，哈。然后呢？你有逛完安利美特之后就没事了吗？因为现在西门那边安利美特咖啡啊，就是刚好又 IW7 啊，然后我最近啊就一直没有机会过去啊，就一直没有约我的仔仔好朋友们过去啊。然后我那天啊就是刚好人就在那里啊，天时地利人和，然后我想说我手上也没有一杯饮料，要逛街的话就是手上应该要有一杯饮料吧。然后我想说好吧，那我就这样子很偶然的进去随性买一杯吧。然后我就直接拉着我妈妈进去，我就问说现在要不要拿整理券，然后现在好像都不用拿整理券，然后我就拉着我妈妈冲一冲啊，然后就买了两杯耶。我今天就去抽卡农，不抽到不回家哈。啊，你不要把我的卡农你家买着，不行把我的卡农你家买着，我想要卡农家。然后好，我继续讲，就是我就拉着我妈妈进去，然后我就想说好吧，我买个两杯，刚好买两杯没关系，妈妈在，我是请妈妈喝一杯，一人也最多只能买两杯。然后我就买了一杯七爱路，买了一杯九条天，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抽两个杯垫好了，结果一抽入魂，各位一抽入魂，七爱路啊，然后我就在那边绝，我就在那边狂弹跳，我说啊是七爱路啊，对我抽中啦，一抽入魂啊。平常都还要跟人家换啊，七爱路啊，有够可爱，不要再叫好。对，然后另外一张是抽到 Nagi， 然后抽到 Nagi 之后呢，我想说就是看旁边的太太，她有两张 Mitsuki， 我想说我可以跟她换一下嘛，我想说她有重复应该也会想换出来吧。然后我就问他，然后就问他说：“太太想请问，就是有想要 Nagi 吗？”这样，然后结果他跟我说他手上的那几张没有换，然后我就哦好吧，然后我就继续喝，然后我就继续在那边拍照，就是我想要离开之后再喝，所以我没有当场喝，我就在拍照，然后就拍一拍，他突然跟我说：“我有多一张特点，你要不要？”哇，什么状态？然后他就拿了我的 Nagi， 然后跟我换了这个是满额赠的特点被套，各位，这个是特点被套，这个是特点被垫啊，各位啊，我直接啊，对，好，以上心灵祥和平静。快乐世界和平，
陈也太太，你这阿姨，通常都是直接叫太太不是吗？这一定不是阿潘，阿潘应该是非洲手啊。看来我的2022啊，不是啊，等一下，为什么我？等一下，等 ，stop。我发现我的耳机竟然连到上面了，真是不好意思，我的耳机竟然连上去了，真是不好意思。夸张啦，太夸张啦，已经不是阿潘，而是啊了，才不是。都要给的欧宝开心，而且其实抽到其他多张也是运气很好，就是列达里面呢、啊，就是 Love Live Super Star 里面就是。最热销的角色其实就是康隆奖、哥哥奖跟萨多奖，然后就是这三个里面我抽中两个，我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我觉得很厉害。那天一路啊到回家吗？对啊，我那天在路上，然后我就一直弹跳，我那边弹跳，然后就一直跟我爸讲说：“嘿，七濑路，我抽到七濑路。”然后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一直盯着我的饮料看，然后就是七濑路，是七濑路，超烦的。有那么难呢？就是那个杯垫难抽，是因为就是爱豆力7总共有七个人，所以你点了一杯饮料，就是它就只是七分之一的几率，就是也不一定抽得到。然后其他两组也是，就是因为它角色很多，所以你可以跟店员说你想要抽 A、B、C 哪一组。然后爱豆力7就是 A 组的杯垫，然后 A 组杯垫就有七种，然后 B 组也七种，然后 C 组也七种，所以你要抽中其中一种都很难。然后那就是通常就算你买两杯也不一定会中，就是你可能就是因为它都是随机的，超难抽的，我每次都在那边抽很久，有的时候是真的很飞，就是怎么买都不会中。就怎么喝都不会中，有的时候是我们三个人就是三个人一起去喝哦，然后点了可能点了也不止三杯，然后还是不会抽中，所以其实很讨厌。对啊，30多人团体的成员讲这种话，啦啦啦啦啦啦啦，说个笑话也会有系列咖啡32款哦，真的。怎么想起今天早上在社群的升血几率讨论，我要笑死。不行，我知道升血几率，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们。我有帮忙包过，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们那个几率的，反正你们自己应该算得出来，哈哈。Hello， 黑流星 ，Hi， 都要给的，就是一个欧洲分享，对，欧洲分享 ，Yes， 希望大家都有好运气哟。12月升血还来不及过年前上飞机，我们有很多基数可以参考啊，概率大概知道了。要搞的呢。好的，我还有什么事情要分享吗？好像没有哎、欸，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哦。对，我想起来，我把蜘蛛人一代跟二代我都看完了。逃避蜘蛛人跟第二代那个叫什么？他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我把一代跟二代都看完了，就是 Amazing Spider-Man 跟初代的 Spider-Man 我都看完了。但是，对安德鲁，哦，Nano， 我刚刚想了一下你在讲什么？哦，饼干的歌词。对，饼干歌词，就是我觉得二代，我觉得二代安德鲁就是，我比较喜欢一代的 Peter Parker， 就是我比较喜欢逃避，对，我就喜欢逃避诠释的那种。Spider-Man 就是虽然我没有看过原著漫画，但是就是单纯就 Peter Parker 这个
角色来讲，我比较喜欢陶比演的那个 Peter Parker， 然后再来是女主角，女主角一个是 MJ 和我，不是 MJ， 一个是 Mary Jane， 然后一个是 Gwen， 然后我是比较喜欢 Gwen， 就是二代的女主角，我比较喜欢二代女主角，我真的比较喜欢二代女主角，就是因为 Mary Jane 就是那种美式电影那种很经典的那种英雄救美，然后可能有点柔弱，然后就是充满女性魅力的那种，但是 Gwen 就是二代的女主角， Gwen 就是一个很有自己个性，然后很有智慧，然后很勇敢的一个女生，所以我很喜欢 Gwen。 原作漫画大概也很难看完，版本太多 so ga。我再来就要看三代，但是看三代蜘蛛人之前，我要先去补英雄内战，这样，我要先去补英雄内战，因为听说好像就是跟英雄内战的剧情比较有关，所以我可能要先看美队二跟美队三，对，先把这两个看完，然后再去看那个，再去看返校日。英雄内战不是内战，陶比猪的 Gwen 直接变成茶什么？我没有，其实我没有看陶比蜘蛛人三，我还没看三啦，对不起。但是因为我大概有猜到 boss 是谁，我可能这两天再把三看完吧。但是我真的是蛮喜欢 Gwen 这个角色。但依稀记得有个点评说安德鲁的演技最好，对对对对对，就是听说好像安德鲁才是最还原 Spider-Man 漫画里面的个性，但是就是个人比较喜欢，个人比较喜欢陶比蜘蛛人啦。然后剧情来讲的话，我是觉得二代的 Spider-Man 比较有把一些剧情做得在仔细一点，比较合理化。之前我觉得就是比较合理化，就是很多细节啊，像 Uncle Ben 那一段啊，然后还有像就是有讲到 Peter 为什么没有爸妈啊，这些的，就是把一些细节讲得还蛮完整的，然后我觉得剧情铺陈下来也是蛮感动，就是看了真的会有点揪心。这样就是当初一代，我觉得一代就是没有把情感铺陈得很好，但是它也是很棒的电影啊，就是看的也是很开心，就是很过瘾这样。但是二代就是把情感刻画的还蛮重的，然后加上就是 Peter 跟 Gwen 的情感戏真的很重，然后我真的很喜欢 Gwen，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推我二代，然后甚至我上网看还有些人觉得二代最不好看的Spider-Man， 然后还说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二代没有办法出第三集。然后我想说到底大家为什么会这么不喜欢二代，我想说二代只是 Peter Parker 没有一代这么帅而已啊，只是没有一代这么帅，好吧，我看到最后我就知道了，我就拿着我的手机，我看到二代第二集的结局，然后就说什么东西，我就崩溃，我说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我不行，我真的不能接受。二代日版的，可是那剧情还原真的吗？原本漫画剧情就是这样吗？我真的是我说不行，家人又默默戴上耳塞。之后可以看蜘蛛人新宇宙当一下小姐，我直接崩溃，我直接他又把蜘蛛人很屁那个部分演得很好，我也觉得，但就是没有办法，陶比长太帅，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陶比的脸比较在我的，就是比较在我审美观里面，就是陶比对我来说是比较帅的，对，长相来讲啊，安德鲁就对我来说没有这么帅。
我就是想说，我可不可以赶快趁那个蜘蛛人他到底下档了没？他搞不好其实是下档了。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看蜘蛛人吗？我会看蜘蛛人，就是因为就是我跟人家借 Netflix 的账号，所以 Netflix 上面有一二代的蜘蛛人，所以我就先看蜘蛛人。而且我想说，我搞不好看完之后，我就可以去电影院了。然后我就搞不好其实他已经下档了嘛。安德鲁比较帅来战。但现在已经大叔了，欸，我那天有查，不是，好比现在还是长得很好看啊，他现在虽然是大叔，但他还是长得蛮好看的啊。啊，谢谢 NP 大叔，耶，嗯，今天的熊怎么是粉红色的？嗯，我今天也是熊，嗯，谢谢 Happy Love， 你们就喜欢娃娃脸，娃娃脸就很好看呢。啊，这又是什么？啊，好可爱哦。谢谢皮乐，嗯，熊，颜色跟我一样哎，原来熊有这么多颜色，情人节的，说嘎，谢谢皮乐送的爱的公式，哇哇哇，这个公式，哇，我数学不好。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那时候整个影厅惊呼连连。你说播到最后的时候，大家就在那边集体哦，这样。我就是哦，但他那时候的脸啊，是 Happy Love 送的，这是什么？带你去流浪粉色版，太酷了吧！哦哦哇哦哦哇哦！谢谢 Happy Love， 天哪！我这样只开一个小时，天啊，上班加油哦！上班加油！我截图那只熊刚好不见，剩下你那个动作有点尴尬。哎嘿，看到函数头还疼。哎嘿，有欢呼但没有站起来，我会生气。我真的是看到那个截止，我真的是很生气，还在气，气死我，气死我，我真的是气死了。把我的棍还来哦，把我棍还来哦，我真的是快气死了。我把所有漫威影集包括 What If 全部追完了，真的假的？好强哦。没有，我就想说慢慢看，我就是有空有一点没一点的，就是配吃饭啊什么，然后慢慢看这样。谢谢坏香虫的米卡找亮点。那更应该看第三集。你是说你是说三代的吗？你是说三代还是说一代的第三集？三的看点也是有啦，例如 anime， 真的吗？三代哦，三代不知道好不好看啊，反正大家的评价都很好，应该去看一下。但是我要先把英雄内战补完，我把那英雄内战补完，我就去补那个蜘蛛人三代。我觉得第三代还有纠结，一代看女主角，三代看梅神。康巴巴 ，Hello 阿奇 ，Hello。为什么大家都说三的梅神怎样？三的梅神超漂亮是吗？他原本想变成 Iron Man， 但经过 Endgame 之后又觉得他当不了 Iron Man， 他是想要成为跟 Iron Man 不一样的存在。 So God， 嗯，不行，你不能再剧透我了，各位，不能再剧透我了，我还要看呢，我还要自己看呢，大家不可以色色哦，土豆在警告大家不可以色色哦。我刚才去看蜘蛛人哎，玩了两个月，真的吗？你刚才去看无家日是吗？嘿，那这样子我更想要赶快补完了，我赶快补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赶在他下档之前把他就是冲进戏院看。
但是我不知道身边有没有人会陪我去看，就是因为我家人都没有看，我家人都没有看 Marvel， 所以我在想，不知道有没有人会陪我去看《无家日》。阿凯老师也已经不要再提名次了好吗？三代同堂那一刻非常之不行，不要剧透，不要剧透，不剧透火葬场，不行不行，剧透各位 no。 我英雄内战看到前三分之一，嘿、hey, 你没有看完就去看蜘蛛人哦。我以为一定要先看完就可以去看蜘蛛人，完了。好啦，其实我大概知道啦，我知道，我就是我知道大家都一直在讲说这一代最这一代，哎，那个无家日就是最大的卖点，好像就是有可能会三代同堂这样，对，但是因为我还没去看，对，没关系，我知道会三代同堂，但是没关系，剩下的不要讲，剩下的打妹的是，剩下的不能讲，我觉得没差，真的吗？没关系。我听朋友的建议，我还是把《英雄内战》看完。《奇异博士》我也还没看，《奇异博士》真的是很欠看，《奇异博士》真的是越看越帅。我好多红包哦！我好多红包哦。好的，我再广播一次，就是下礼拜开始，下礼拜开始一个礼拜会播，会一个礼拜会直播两次，然后一次是跟现在一样是礼拜三的下午，礼拜三的下午5点到6点，然后另外一次是礼拜五晚上的晚上9点开始，可能会播那个9点到11点，但是我怒猜想应该是每次都会到12点，但是礼拜五的晚上9点，总共两次直播，以后一个礼拜总共两次直播。大家记得来看 this， 再广播一次。个人是不太喜欢《英雄内战》这一部，没有想说。要补完比较完整一点点。这是什么？然后我今天一样是开一个小时加下播，我等一下晚上还有事情，等一下晚上还要练习的是。这个是什么？3周年演唱会精彩回顾 YouTube， 真的假的？哦，哦。哦、oh, ，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去看哦，刚刚更新的。然后我现在在按赞，你知道我在按谁的赞吗？我在按Sayulin的赞。对，我追踪了大爹 Sayulin 桑，追踪了大爹 Sayulin 桑。我就很喜欢卡农奖，所以我就追踪一波。这个影集一定要看。绯红女巫、What If、洛基这三部，很多人跟我推洛基，是说鬼灭也差不多可以开始看。对啊，哎、欸，鬼灭好像可以开始看了，因为那个好像最后一集要上了，是不是？然后我还没开始看，超好笑。不知道啊，就很没有动力啊，鬼灭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因为我漫画就很早就已经看完了，就很没有动力看鬼灭，不知道为什么。What if 很轻松无负担，
有听说，有听说，十几集了，油锅篇啊！不要炸我！本来是那个油锅，再不看就来不及了。这次第十集也是神回呢，哎，动画都是这样啦、啊。来看看，来看看三周年纪念演唱会精彩回顾。还没打开先怒猜，就是会有升格，然后跟诗雅宣布毕业这两个片段，其他不知道。我来配直播，边看边看。Are you ready? 来看看会有什么。我在看我们官方 YouTube 刚刚才上的那个。三周年演唱会精彩回顾，好奇会有什么内容，所以点进去看一下。你现在看才是爆雷我们吧？哇、哦，林姐太漂亮了！一开始播就被林姐美颜暴击吓我一跳，太漂亮，不行，林姐那个真的太漂亮，拜托，我们都在后台一直喊，我们都在后台，然后看着那个 monitor， 然后就一直拎。完全能理解，手都放一小段这样，啊，他是放 day one 的。林姐真的好漂亮，对吧？林姐真的是太美。下次要试试看小新的睡衣吗？那也要，我有小新的睡衣啊，各位。阿潘睡衣有维尼跟小猪图案，因为我很喜欢维尼。我在爆雷各位，后面就是升格，我就不完整看完了，不然
大家就慢慢回去回顾。大家记得去 YT 上面。大家记得去官方 YT 上面看我们的三周年演唱会精彩回顾哦。嗨，我就快速的看了一小段，这样。嗨，哟，伸懒腰，伸懒腰，等等休息再来看，好哟。我想想看，我要几点出门？我想一下，我想是6:12，差不多六点四十出门，还是50？40还是50出门？6:40，6:45，好，抓个6:45，所以我可以躺到6:35，然后起来换个衣服。第二天，鸡尾云举共勉之毛巾被马油骂，为什么？共勉之很好玩，共勉之。想想，所以我躺到35分。好像不错哦，你吃晚饭了吗？我还没吃晚饭，我中餐是差不多1点多2点那时候吃的，所以现在还不饿。我觉得飞机云你们玩得很开心耶，是鸡尾云，想要怎么耍废吗？我想说，那我去躺一下。那我在延长没有？我已经开了1个小时了，我要去躺。我抓紧最后一点休息的时间，你还要出门上班啦，等一下就要出门奋斗啦。干嘛你要买食？虽然说疫情就是很多活动都延后了，但是我们练习还是有在持续，加油得是。干嘛你要买食？欸，最近有练体能。就这样听听，然后老师看到我哪里失误，因为我哒哒哒，就是我练体能的时候都很超级认真。我想说，反正戴口罩也没有人看出我的表情很狰狞，然后就真的很努力的在练习。超主以为红白配色共勉之毛巾是在抗议造成麻油困扰，真的假的？哦。我告诉你，已经练到一拳可以把我打废了吧？没有这么厉害啦！确定不是年后集体减肥计划？我好像胖1公斤而已，大家，我吃的这么开心，我也只胖1公斤而已，还好吧？你有腹肌可以看的吗？我努力一下，我努力看看。春旭是不是又要量体重了？没有，以后接彩带都要冒生命危险了吧？小心各位的脑壳开花。好瘦，对呀，我瘦，虽然穿件完全看不出来很瘦，但是我很瘦，更没有人相信。好啦，那我来念榜啦，下播啦。有大腿肌可以看吗？有啦，我大腿肌肉很发达，一直都很发达 ，always 很发达。各位，你们可以吃不胖。
阿潘超能力，要戴不收手套去接彩带了，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夸张。谢谢宝环送的好多厉害，谢谢阿基拉送的掌声鼓励。我刚看到潘森留言，你好啊，潘森。潘森刚刚说这两天给同事安利的一秒一秒约好反响不错，有搞的呢。投出了变化彩带，投出了，呵，你以为是往你这边飞过来，结果他一个呵，其实是内角滑球，然后他就平滑到你隔壁而已。脸那石头我看到了啦，来不及了。新年有机会来握手会看看你啊！可是潘森，我们的握手会延期到五月是吗？我们延期到五月了，希望还有机会可以见到你。好，怀念猜拳对啊，猜拳。我的嘶牙一生推手套可能会被贯穿。五月下旬，对的，我们的握手会延期到了五月下旬，希望到时候还可以看到大家。好的，那么我要来念榜了。Hello 阿成，我要来念榜了。虽然延期，不过青春约定不变，约好。哎呀，这么一言，到时候不知道在不在台湾，真的假的？老李要去哪里？现在我是不是刚刚都没有跟老李讲到话 ？I'm so sorry。但是我有注意到老李一直有在留言，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是比较随性念留言的流派。今天公司好忙，来晚了，待就不哟。欠了阿潘两单的券，不知道隔壁多，希望疫情赶快过，不然都看不到不了隔壁。So sad。 那么我要来念榜了，那时候应该可以穿泳，不好说。欸，我后来有看到，就是其实有开放借那个深鞋的衣服，但是各位不要想了，根本没有泳装可以借，姐姐不开放借泳装啊，不好意思啊，大家哈哈，我有试着要去借看，但是我看那个可以借的深鞋列表上面没有泳装啊，各位不要想啦，不会有泳装，各位卖想啊。卖熊啊！想得美！姐多少钱愿意妥协？嘟嘟！各位想得美！我直接打碎你们的美梦！好的，今天第十五名阿凯，谢阿凯；第十四名剑骨，谢剑骨；第十三名是阿基拉，谢阿基拉三；第十二名是冠伦，谢冠伦；第十一名是 L， 谢谢 L； 然后第十名是朱莉安，谢朱莉安；第九名吉米，谢吉米；第八名是邦伟，谢邦伟；第七名是，到底要怎么念 ？Direct way 是这样吗 ？Direct， 谢 Direct。再来第六名是中影，谢谢中影。第五名是惠香，谢惠香。第四名是米酒，谢米酒。第三名是 Martin， 谢 Martin。第二名是本丸，谢本丸。第一名是 Happy Love。什么土豆讲了什么？只好自己穿泳装去握，要求我，笑死！我要笑死。有这个心就好。那记得九月生写九月什么？九月什么？我已经不记得。笑死！怎么可能借泳装？对呀、啊，怎么可能借泳装？退券？什么退券 ？Hello， 空姐那套好像可以吧？那个音名字重音应该是在前面吧？我不会念。后天老板组织泡温泉要穿泳裤，期待了。土豆，你可以去网络上买，应该是买。
买得到我们那套泳装啦，然后你就可以穿来握手会，然后你就会被赶出去。九月是网球装啊，什么搞？哦，对吼，我没穿到吼。一群肥宅只穿泳裤聚集在松烟，这画面我不好说。那个会师撞值班握手没办法到，so sad。警察介入调查，不知名泳装团体。我五月应该会想办法，穿成以前那样，还在犹豫，办什么什么想办法穿成，想办法穿成以前那样是吗？出去泳裤戴游泳眼镜去握手会吗？就成为两岸名人。好笑哎、欸。没事，我就先把土豆丢到松叶的生态池。有人让我穿泳裤带泳镜来的话，我就会就是你们就这样子游进那个队列，然后我就会哔，然后你就把我那个握手会那个台子啊，把那个墙当成遮翻点，然后拍一下，然后你们就可以出去了，然后你们就可以遮翻游出去，就是游进来哈。一张券呢，然后你就这样游进来，游进来，游进来，然后就哔，然后你们就可以碰一下，然后就可以出去了，拜拜。就可以出去了，可以不用出水面哦，拜拜。好亏耶，这样不到一秒。还这样子，有人从松烟穿着泳装去烟馆，好好笑。原来是付游泳课费用，对啊，加油加油加油，然后我还会帮你爱动爱动爱动，好笑，不跟一秒秒约好，童叟无欺，不是，至少让我换个气，没有让你换气的意思啊，因为游泳比赛那个折返的时候是换气的嘛，好像有啦，好像有啦，但是你就是碰了一下墙壁之后，你回去你就要说哇，然后又下去了，好，拜拜，慢走不上啊。要游多慢才可以撑七秒？帮我撑七秒，游泳课一秒300，抢钱啦！五张可以来回五次，很不错哎、欸，很不错，好好笑。正确慢了0.188秒，按码表。OK，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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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塞哦塞哦塞。你不要问我从哪里学来的，我看 free 学来的。那至于 free 是什么，大家自己去看啊。好啦，我再不下播，我等一下真的要出门了，各位，至少留个让我换衣服的时间，各位。上周挖地洞，这次是游泳、陆海空三缺一，笑死。步行用飞的啦。怎么用飞的？陆海空怎么用飞的进来握手？你出门去哪里？我要去练舞的，去练习的。我家电视有播，上次看了一些，哈哈。躺躺那44分59秒，对的，我要躺躺那45分，没有，我要先去换衣服，然后还要去一趟厕所，然后要整理包包。其实这样弄一弄，应该差不多该出门了啦。那么大家上班辛苦了，要记得晚餐吃饱。要换我去上班了，嗨大姐，嗨呀。要去上班了，各位。我们下个礼拜三见。下个礼拜三，下礼拜开始就两次直播了，各位要记得来看我 ，Death， 还要记得买二月生血 ，Death， 换班啦，跑！感谢各位今天来看我直播，下礼拜三见。晚安，おやすみ。おやすみ。换班的书。
拜拜。Bye-bye.